双十一前淘特上线微信扫码付，微信小程序支付仍未过审核。凤凰网科技讯10月9日消息，阿里旗下性价比电商平台淘特宣布上线微信扫码付功能，目前部分用户开始测试，双十一前完全开放。这意味着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淘特并非和微信支付直连，在消费者下单页面新增了微信扫码付的支付方式，消费者点击后自动生成付款二维码。我们相信互联互通背景下，淘特直连微信支付也不会太远。